神先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话：时候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坐。各位請坐。正話有人問啦，因為真係睇唔到啊。咁而家人要回心轉意噶嘛，所以而家都 WhatsApp 咗俾大家。咁睇唔到之就睇手機啦。咁我哋盡量咧都集中精神啦。好。好，歡迎大家。咁咧，今日咧，我哋係開始呢個單元一入門課程2023-2024。咁我哋單元一咧就係講關於凡爾禮儀獻章、自我渴望又渴望呢個牧函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嗱睇到呢張相啦。咁咧係當時咧開呢個大公會議時候所影嘅相啦。咁有少少嘅資料就係咧呢個會議咧係由1962年10月。至到1965年12月舉行嘅，超過2500位來自世界各地嘅教長參加，所以係非常之盛大。同埋咧，依一次大公會議都係最近我哋嘅一次大公會議，對於我哋教會而家咧係有多方面嘅影響嘅。
咁咧今日咧我哋嘅今日依一堂係第一堂啦。咁咧所講嘅流程咧就會有以下依四點，會有以下依四點。好啦，咁我講慢啲。咁今日咧，我哋咧嘅流程咧就會講四部分。咁包括第一部分咧就係簡介下呢個禮儀嘅發展史啦。咁而之後咧，我哋會講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叫做禮儀運動啦。咁而第三部分咧，我哋就會講解下凡爾頒布呢個禮儀憲章嘅概況。而最後咧，我哋咧就會講禮儀憲章。咁我哋個題目嘅第二部分，即係關於另外一啲目涵咧，我哋會喺下一堂咧就係講嘅。好，咁啊 ，Laura 啦。好，大家好。我係要喺呢度定係點？好 ，OK。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今年呢個課程叫禮儀入門。課程啊，係咪？咁我哋就所以咧就要由禮儀最初開始嘅時候講嚇。咁固然啦，教會嘅禮儀有舊約嘅基礎，不過我哋用個最簡單嘅開始咧，就係呢一段聖經《聖保祿中途至格林多人前書》嚇，11:23-26，大家應該都好熟噶啦，聽過曬噶啦。咁樣咧，呢一段落咧就大概係咧整個新約聖經當中最早年份最早去記載咧關於記憶翻重述翻，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亦都傳授給你們了。係保祿中途佢由安提約基亞教會團體所經歷過嘅當時嘅基督徒。係已經咧喺耶穌死而復活升天聖神降臨，跟住門徒咧將福音傳開去嘅時候，走遍各地嘅時候咧，保祿中途自己體認到佢由主所領受，而佢亦都傳授俾你們。你們咧係指格林多團體嘅信友。佢話主耶穌我哋一齊讀啦，好唔好啊？好熟噶啦，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紀念我。咁跟住咧，大概我哋今日重構咧，就應該係有一個進餐嘅過程，直至到進餐之後，晚餐後，大家又。這個呢我們大家都很熟悉，是每一次參加彌撒，我們在個感恩經當中呢都會聽到這個重述這個建立聖體聖事，就是耶穌在受難前的晚餐所跟他的門徒共進這個晚餐的時候，他所說的，他所做的，他所吩咐就是說你們拿去吃，你們拿去喝，為了紀念他，紀念他為我們所做的。那就當然不只是那晚一起吃飯，而是跟著這一晚之後呢，耶穌基督他經歷他的死亡、苦難、復活，作為我們以後會繼續記得他。不過呢，在這個晚餐記述的裡面呢，還有一句，就是26節呢，是我們今日咧，每一次彌撒都繼續記得呢一句，因為事實上呢一句咧係點出咗我哋世世代代，無論喺邊個空間，每次跟耶穌所做嘅，為咗記得佢之外，我哋呢一個行動個意義，的確。就是我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的意義在於宣告主的死亡。主的死亡表示我們肯定耶穌基督是死而復活的，所以稱為主。要紀念這個行動，要紀念到什麼時候啊？
呢一句話係直到佢嘅再來啊！所以我哋繼續喺呢個過程當中嚇。咁呢一句咧就係我哋時時好熟悉嘅，我哋都一度唱緊嘅。去呼唤主啊！我哋纪念你嘅死亡，咁做嘅时候，我哋庆祝你嘅光荣复活，而且我哋系继续期待你光荣再来吓。好，咁样跟住咧，呢一个行动咧系继续进行噶啦。今日好快，你放心。好啦，我哋咧，哎，已经系啦。圣尤斯定系圣人嚟噶，佢有一个著作咧叫做《第一护教书》，其实佢写咗两封信。咁呢封係第一封，佢係寫作嘅時間咧係公元155年嚇，距離格林多人前書咧大概接近100年後喎，喺羅馬嚇，佢係一個平信徒嚟噶，哲學家喺佢嘅屋企入邊咧接待啲嚟尋求信仰嘅人，佢寫護教書咧就係向當時羅馬嘅皇帝解釋基督徒所做嘅。呢段記載咧，其實喺我哋嘅天主教教理咧都引述啊。事實上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啟發嘅禮儀更新咧，就係想將我哋舉行嘅彌撒禮儀、羅馬禮嘅彌撒禮儀返本歸源咧，翻去以尤斯定呢一個記載咧作為藍本啊。你如果睇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好熟悉嘅，希望你熟悉啦。在我們稱為太陽日這一天，住在城市和鄉間的信眾都前來聚集。你知不知道太陽日是什麼？新地，沒錯。這樣呢，按時間許可，誦讀中途的記載先知的著作，就是我們今天的讀經，所以這張圖一定記得這個部分。他主席會教導和勉勵大家按所聽到的去做，即是我們今天的講道，是啊。咁然之後，大家一起起立祈禱，為自己啦，為所有其他人啦，無論身在何地咧，都能夠咁樣按戒命生活，得到永遠的救恩。即是今天的信有土文，你記唔記得跟足個模式噶？啊，不過呢一度咧，跟住呢個有少少唔同咗。祈禱結束後，我哋彼此親吻，是今天的平安，但是呢當時是放在這個位置的。好了，第二個部分，然後有人遞上餅和一杯溝了水的酒，跟著主席感恩等等，大家答阿曼，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感恩經、即是拿了獻禮上來的時候，跟著念了一個感恩經，跟著分給在場參禮的人，大家都會收回靈性體啊，咁亦都帶俾唔在場嘅人，即係外送聖體。係啊，外送聖體，送病人聖體啊嚇。好啦，咁跟住咧，亦都大家會收集一啲捐獻，幫助所有有需要嘅人。今日仲揾唔揾到呢啲痕跡啊？仲有冇咁做噶？收集捐獻唔係就係捐俾聖堂噶，係真係照顧窮人噶，照顧有需要嘅人噶。好，咁樣咧，我哋好簡單咁樣睇翻呢一個，所以即係
佢哋喺咪度？係啊係啊，你哋係嗱，你哋有冇係啦？有冇佢誒？好似呢幅相所講，佢再上一張要去啊。Billy， 佢仍喺度咩？阿 Billy 幫幫手，金錢啊，係金錢一張，唔得，唔係，佢翻嚟啊，第一張啊，好讀經啊，聽聖經，我哋繼續讀緊噶。讀經完嘅對手邊度啊？係，佢係大户嚟噶，好多朋友，係啊。你哋嘅節目幾時嚟噶？1955年，係啊，咁啊，梗係有人企出嚟讀，咁先至有得聽啦。就係、是、好，後邊嘅第二上餅酒，咁咪有人幫手啦。有冇獻禮嘅平常你哋？邊個幫助嘅獻禮嘅對手？咁鬼少嘅你哋？無啦，好啦，上線仔員喺呢度。係啊，分俾在場需要嘅人啦、啊，舉手啦，真係好好開心啊！今年。系啦，分收捐献边有位度？咁几时有你哋啊？一五五。仲有啊，派饭边有位度啊？做爱德嘅，系啊。爱德嘅，特别系疫情期间，系啊，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嘅时候，都要呢、這个爱德要继续做下。所以1955年，罗马教会已经有呢一啲吓，咁啊，我哋咧好啦，跟住睇一。睇間屋，睇間屋，幫幫。係啦，嗱，呢一間屋咧係考古入邊咧揾翻出嚟嘅，佢嘅年份係公元232年。嗰、那個地方叫做 Jura Europus 嚇 ，Jura 即係城牆 ，Europus 咧即係幼法拉底河，喺今日嘅敍利亞啦。一間考古入邊咧揾翻一間屋仔，係應該有一個。有錢的人，他皈依了做基督徒，領了洗，他讓出其中一間屋出來給基督徒聚會。你會在這間屋裡面看到非常之簡單的，一號其實是兩間房打通了，成為一個比較大的飯廳，就大家可以圍著在那裡，有三邊坐在那裡，那要來做什麼好呢？一張餐台，是啊，是啊，真的舉行彌撒，舉行主的餐。好啦，咁隔離呢，我哋用紅色字指咗個地方呢，係其實呢本來應該冇屋頂嘅，係一個勉強呢可以有一間房仔，本來冇頂嘅。咁就為咗喺呢一度呢，可能嗰個考古學家呢就可能呢係令到製造一個小小嘅房間可以要嚟教導你。因為佢有一個門口仔咧，伸去二號房。二號房咧係呢間屋唯一喺考古入邊咧，發現咧佢入邊畫咗好多嘢，畫咗好多嘢。有呢一個耶穌嘅三個女人嚟到墳墓嗰度啊，揸住蠟燭啊。然之後咧有好多聖經嘅故事啦。然之後有生命樹，有亞當一娃，有呢個示牧咧孭起只羊等等咧。跟住仲有一個池，那個池咧做咗一陣防水，嗰陣防水咧同佢旁邊嘅羅馬浴堂咧。嗰種物料好接近嘅，所以咧都會估計咧，如果呢一間係我哋今日揾到，如果啲考古估計係啱嘅時候咧，可能係蘇花最揾到最古老嘅基督徒嘅聖堂。佢係好明顯喺個家庭入邊，一間民居入邊啊，咁所以家庭教會，我哋剛才所講嘅隔前11章，同埋由斯定。所講嘅嗰個聖道禮、聖祭禮呢一啲嘅格局咧，呢啲禮儀嘅格局咧，可能都大概係以家庭為呢一個環境，直至到一陣間請雪珊娜接落去嘅。一號係乜嘢？飯廳啊！二號是這個洗禮間啊，彌撒洗禮
舞蹈。唔係啊，三號係個庭院嚟嘅。三號係個庭院，係啊，慢慢嚟。僭建，係啊，勉強咁做咗個蓋子嘅。咁多張 PowerPoint 啦，請阿蘇珊娜接落去啦。咁咧就去到三世紀、四世紀咯喎。咁四世紀嘅時候咧，發生咗啲咩事咧？就係咧，羅馬嘅君主咧，就係頒布咗一個叫米蘭詔書。咁咧，從此咧，我哋基督宗教咧就成為咗羅馬嘅國教啦。咁頭先咧講嗰啲時間咧，都係被迫害嘅時間。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嗰啲家庭教會啊，或者點，可能都係秘密進行啦，就唔可以公開啦。咁但係唔緊，1313年之後咧就可以公開咯喎。咁同埋咧，由於變咗國教，咁喺儀式上面咧，佢咧就開始走去宮廷化啦。咁去到八世紀咧，發生咗啲咩事咧？依個宮廷化咧就變得好即係令到啲群眾咧走向無知啊！咁陣間咧就講解一下咩叫無知先嚇。咁原因咧就係咧喺八世紀嘅時候咧，有一位君主叫查理曼大帝啦，可能讀歷史嘅人咧都聽過依個名噶啦。咁佢咧就當時咧佢做皇帝咧都係由教宗咧加冕嘅喎，所謂君權神授啦。咁佢咧就係同教宗咧就係攞咗一個羅馬教宗嘅禮書。咁當時咧，依啲禮書咧仲拉丁文寫嘅，咁但係咧，佢又攞翻去日耳曼同埋法蘭克嗰度用喎。咁嗰度啲人咧，即係拉丁語唔係嗰度啲人講嘅語言嚟噶嘛。咁所以咧，啲人咪唔明咯。咁令到咧就係啲群眾咧對成個禮儀咧都係唔明同埋唔知道係乜嘢。咁咧之後咧就加上一啲寓意附會嘅解釋啦，咁我哋睇下啲圖啦。好，依個咧係一幅畫作啦，就寫翻十五世紀嗰陣時嘅尼撒。咁你見到咧嗱，有個主教就喺度做緊尼撒啦。咁但係隔離咧有個著金色衫嗰個咧，應該咧都係皇帝啦，係咪啊？教宗啊？教宗嚟嘅。咁然之後。教皇啊，教宗西斯督四世啊，嗰叫做教皇啊。三臣官啊嘛，咁有個華蓋噶，咁個咪皇帝嘅寶座一樣噶。咁仲有啊，有班僆仔坐地下嗰班咩嚟噶？唔係嗰啲書記。王不是書記啊，書記啊 ，notes，OK， 咁啊，你見到啦，而家開嚟曬啦，就係任安啦，呢個神父係點講啊？背住引誘啦，或者面前東啦，無論點，咁你見到係咁嘅。咁下一張啦，下一張咧就依幅畫作咧就係、是。介紹咗十九世紀聖體遊行啊，你可以見到咧，嗰度有一個有個台啦，上面咧係有個蓋啦，然之後有啲線啦，咁然之後咧就攞住個聖體，然之後咧就出巡咁樣樣嘅，係抬住咁樣嚟出巡嘅喎。咁依一個嗱，睇下係繼續。咁咧見到咧左邊嗰張相咧係教宗比約十二世嗰陣時，大約係1958年喎，即係，但係即係你見到1950幾年啦嚇，佢仲教宗嘅時候，你見到咧佢嗰張個台咧，同頭先嗰幅畫咧都幾似啊，係咪啊？咁佢都係坐喺上面喎，然之後咧出巡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一個牆
佢咧有個排場啊，然之後咧好多人咧咁樣咧一路入去嗰個教堂嗰度嘅。咁咧呢啲係好宮廷化嘅禮儀嚟嘅。咁講緊二十世紀嘅咯喎，一九幾幾年噶啦嘛，係咪啊？好，跟住呢一個咧係東方禮嘅，咁見到咧都係好宮廷化嘅。咁而跟住啦，有個可能你熟悉啲啦，就係、是、咧今年五月嘅時候咧，英皇加冕嚇，咁咧就喺西敏寺嗰度舉行嘅。咁你見到咧都係咧好宮廷化地咧，嗱係個主教將個皇冠加上冕上去我哋英國嘅皇帝上。咩我哋？唔係係英國嘅國王。咁我哋睇下西敏寺，西敏寺好靚嘅嗰個建築。咁但係咧，右手面嗰個圖咧，我哋見到群眾坐嘅地方咧，同聖所咧相距點樣樣啊？咁你幻想一下，如果你坐喺嗰度，你睇唔睇到前面做緊乜啊？咁啊又唔似我哋有 projector 噶嘛，睇唔到做乜喎？咁睇唔到做乜咧？啲人。你即係以前啲人就係話喺呢個咁靚嘅宮廷化嘅教堂裏面咧，佢根本睇唔到前做乜。再加上又係講拉丁文，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就算係坐喺度嘅教友咧，都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咧好啦，跟住咧我哋咧，你講個 choir 喺邊啊？個 choir 喺歌女嗰個位。歌女咧基本係啲修士。因為你唱拉丁，邊個識得拉咧？係咪？如果你幻想下，呢度全部係歌女團，嗰、那個叫做咩啊？呢、這個就係歌女席啦。家你坐邊度？最後邊個邊？洗禮前之後，你哋坐緊嗰度啊？見到嘛？哎，喺度你喺度係嘛？哎，你又喺嗰度，啲歌女團喺呢度。個神鬼喺邊度啊？裏邊，你估你聽唔聽到佢啊？聽唔聽到佢啊？除咗我之外，咁你係明白嗎？你講咩文有咩意思咧？你講咩文都聽唔到噶啦，咁就冇擴音器，又或者壞咗咗個擴音器，又或者好似聖方濟各堂嘅音響咁，你永遠都聽唔到噶啦。咁所以咧，教友咧真係無從咧可以見到祭台上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咧，彌撒啦，教導係咩啊？彌撒係咩啊？彌撒係成聖體祭獻天主嘅大禮喎。咁所以咧，開始咧有好多咧聖體聖血嘅教導，同埋咧呢個聖體嘅敬禮。咁跟住咧，我哋見到咧喺下一版。見到下面個格格嗰度咧寫咗啲乜嘢？神品之權，義士真是可驚訝的，因為神父一念成聖體的經言，耶穌基利斯督就能從天上降來，許多聖人在彌撒中蒙受了耶穌的法緣。係啦。一念嗰啲經文咧，耶穌咧就好似落咗嚟咁樣啦。咁咧右手面嗰幅圖咧就係咧得舉人聖體嘅時候咧，耶穌基督嘅血咧就落咗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好多時咧下一章啊，唔該，係燔祭之前咧教友咧，我哋話係咩啊？望彌撒同埋聽彌撒嘅。淨係講望彌撒嘅舉手，聽彌撒嘅舉手，參加彌撒嘅舉手，做乜鬼要參加嘅？痛唔痛噶？望係望咯，未痛噶，你咪望下佢咯。聽係點啊？聽咯，參加咧喺裏邊咯。啊，咁我而家聽彌撒。
咁咧就係聽嘅啫。嚇，咁我哋頭先聽嗰啲咧就係額我略嘅歌頌嚟嘅，非常之好聽啊，係咪啊？咁咧。是啊，我哋聽咗先，聽啫啊！好啦，咁點啊？好，咁跟住到十六世紀啦。十六世紀咧，就是、Laura 講嘅喎。係啦，大家有冇印象十六世紀發生咩事㗎？馬丁路德啦嚇，新教徒嘅出現啦，咁樣最主要咧係針對當時見到教會不善嘅地方咧，就尤其是咧。對於尼撒所出現的流弊咧，佢就提出反對啦。咁例如咧，見到教會咧有陣時會買賣尼撒嚟到為咗舊年齡啊，等等等等嚇。咁樣呢個階段咧，對教會提出嘅衝擊咧，連當時嘅教宗比約五世咧都覺得咧真係流弊甚多，所以咧就需要結果就開咗呢一個特倫多大公會議。就決定要整頓禮儀嚇，咁樣於是咧嗱，特倫多大公會議係1546年閉幕嘅，咁就快啲要開始做嘢咧，就係、是、整頓當時嘅禮儀啊，要將天主教會嘅離煞咧劃一，大家都要跟一個標準嘅方法去做。哦，咁樣我又好，咁樣咧就矯正當時嘅流弊咁。呢本1570年嘅羅馬尼撒經書咧，就係睇到呢個樣啦。我哋嘅辦事處嘅圖書館係珍藏咗一本，當然啦，後嚟再翻印啦。嚇，咁樣係規定尼撒天主教嘅尼撒，無論你喺世界各地，無論你傳福音傳到去邊度咧，一定要用拉丁文舉行。一個神父要開尼撒，一定要用拉丁文。嚇，咁教友想。聽尼撒都一定要聽英聽拉丁文嚇，即係你聽唔聽到唔緊要。好啦，咁呢一個呢本尼撒書咧，當時咧為咗矯正流弊，所以咧佢就話，凡係舉行尼撒嘅方式，如果唔足夠200年咧，唔好要啦。咁想所以就淨係一用呢個就得噶啦。好啦，我哋跳一跳啦嚇，因為呢個樣啦，咁可唔可以幫我撳啊？謝謝。係唔該曬。好啦，就係講1570嘅尼撒書嚇。其實咧，中國教會嚇，利馬竇咧1601年去到北京啊嚇，咁樣就1615年咧係曾經得到教廷嘅批准，喺中國嘅教會咧準用中文開尼撒嘅。咁而且咧，竟然咧喺北京嘅東堂嚇，有一個神父耶穌會士叫做利雷斯咧，佢就喺北京東堂，即係王府井啊嗰間聖堂嗰度咧，翻譯咗整本1570年嘅羅馬尼撒經書嚇，咁係1670年喺北京出版，即係嗰本書100年嚇嘅時候出版啦。咁樣咧就嚇，當然啦，啊，仲有譯咗其他嘅嘢，包括咩《斯度典要》啊、《聖事》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咧，因為隨之而嚟咧，中國教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禮儀之爭，即係隨住禮儀之爭嘅爭拗咧，好多人就向教廷寫報告啊，等來來回回之下咧，卒之係不了了之，即係1615年嘅特准咧，冇喺中國教會實現得到，直至到。1939年嚇，好，我哋下一版咧，唔該。好啦，特倫多尼撒，係一律以拉丁話舉行噶。咁樣咧，就我哋睇下呢幅相啦。由我呢邊開始啦。讀書信嘅時候咧，就向住埲牆讀，向住即係個祭台向牆噶嘛，咁啊向住嗰邊讀。咦？跟住咧，讀福音嘅時候咧，就行到另一邊。行到另一邊，係啦，喺嗰邊讀。Susan， 認到啊？嗬。行到過嚟呢度。福音。都係向住個牆讀福音。啊，呢張相係九龍聖德拿撒堂嘅。嚇，咁樣咧，好啦，我哋啲人啊，係個副祭咧係康建章神父，細個嘅時候。係啊，一陣間會睇到全輯相嘅，聖德拿撒堂珍藏咗呢啲相。好啦。我哋睇最左手邊啊，聽講道嘅時候咧，嗱，呢個係舊
香港主教座堂啊，間聖堂仲喺度啊，只不過咧個講道台見唔見啊？企咗出嚟噶，係因為講道咧就要用本地話講噶嗬，講道用本地話噶，中文講噶，咁啊要大家所有人都聽到，咁所以咧啲聖堂咧就嚟到中間咁樣揾個位置，大家一定要聽得到啊！呢個位咯。呢間聖堂曾經有講道台嘅，哦，係。邊個想知道？啊！係啊！係，幫我撳撳。係，好啦，呢個講道台咧，知唔知道喺邊度嚟噶？聖依立著堂有冇聖依立著堂嘅？咦，冇人報名啊？九華啊，九龍華人啊，聖依立著堂啊，羅雪強神父嗰度啊。嗱，佢哋近年重修咗啦，余修女幫我哋重修啦。你見唔見到個紅色個圈圈住嗰個位咧？好大座嘅講道台啊，係啊，即係重修嘅時候保持翻、維持翻喺嗰度，而且仲即係個意思咁靚，就將喺個講道台下低咧做咗聖堂嘅洗禮池嚇，係可以浸洗嘅添。咁呢一個講道台咧係起華人呢一個小堂嘅時候已經起啦，就反映咧即係耶穌會啊嘛，重視講道啊嘛，咁就用呢一個好鮮明嘅講道台咧，要大家一定聽得到講道。前係啊，起嘅時候係範以前嚟嘅。拉丁。中間，所以後面聽到我講個字法個實際結束上一部分嘅離散，因為拉已經完咗啦，八個實際，跟住講到完咗八個實際，講完到啦，係啊，呢個痕跡嚟㗎。好，我哋睇下一幅，幫幫我。好啦，嗱呢一輯咧就整輯。嗰台離曬嘅相，那個神父叫做咩？和靈道神父，係啊，好，見過佢，一定啊，喺佢手中領過聖體。好，父子係邊個？康建章神父啊，嚇，好。而家仲喺你聖堂開緊彌撒嘅喎，仲好啊！下一張，下一張啦，整套啊拉丁彌撒，繼續啦嚇，好，好啦，咦？上翻少少，咁咪再翻上翻少少，個講完未㗎？唔係好 work。係啦，小生啊，唔該。咁咧，頭先咧就講咗好多即係梵語之前嘅片段俾大家，有好多歷史好珍貴嘅相片咧，係俾你睇到咧嗰陣時嗰個禮儀係點樣樣。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而家咧就介紹一個喺一個發展之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咧就叫禮儀運動。咁禮儀運動咧，其實係由幾時開始咧？咁大約都係十八世紀嘅事。咁嗱，我睇翻歐洲嗰陣時個情況嚇。咁喺1789年咧，法國咧就發生咗呢個大革命啦。咁開始咧，民族意識咧係抬頭，即係話歐洲咧啲國家咧開始有翻自己嗰個國家意識。咁所以咧，佢哋會願意用翻自己嘅語言咧嚟做官方嘅語言啦。咁而拉丁文咧漸漸都唔再係歐洲嘅通用語言啦。咁而信眾普遍都唔識得拉丁文嘅，之前係咁，而家都係咁啦，即係喺嗰個年代，咁聽唔明禮儀嘅內容，亦都無從參與，咁所以咧，一般嘅教飲咧，教友咧咪就做熱心嘅神功咯，例如嚟維持佢哋嘅信仰啊，例如念玫瑰經啦，或者早晚課啊、聖人敬禮啊、拜苦路啊咁樣樣。
咁所以咁僵化嘅禮儀彌撒儀式咧，同教友信仰嗰個生活咧，就好似脱咗節。咁跟住歐洲嗰邊，十九世紀咧又有工業革命啦。咁二十世紀又出現咗兩次世界大戰。咁拉丁文彌撒喺木紋上面咧就顯得不切實際啦。咁於是咧就出現咗呢個禮儀運動，喺法國、比利時同埋德國依國家咧就嘗試一連串本地嘅禮儀改革，咁係本地進行中嘅嚇。咁而除咗喺歐洲大陸嗰方面咧，咁如果我哋喺歐洲以外嘅地方傳教咧，咁你又用拉丁文嘅彌撒咧，喺牧民上面就更加困難啦。歐洲啲人都聽唔明啦，何況離開歐洲嘅地方咧，係咪？咁所以當地人民咧係唔懂得拉丁語，好難明白彌撒嗰個讀經同埋啲祈禱咯。咁所以咧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一百幾年咧，其實呢個禮儀運動咧已經係如火如荼咁進行緊。咁所以當梵二喺1962年至到1963年討論呢一個禮儀改革嘅時候咧，禮儀運動就好似已經幫禮儀憲章做咗一啲前期嘅準備功夫。咁呢個禮儀運動當然咧係有啲代表嘅人物嘅。咁我哋之下咧就會介紹幾位代表嘅人物俾大家認識。咁第一位啦，咁咧喺19世紀，咁咧就係奇朗佑院長。咁咧佢係一位法國人啦，係本督會嘅。咁咧佢咧就反思呢一個禮儀嘅問題咧，就佢會翻去源頭啊。我哋叫做追本溯源嚇，研究翻咧當初嘅禮儀同埋教父嘅思想。咁之前教父我哋除咗阿 Laura 頭先提及過嗰啲文件之外咧，我哋仲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有十二宗徒訓悔錄啦，同埋咧希波律嘅宗徒傳承，係大約三世紀嘅作品嚟嘅。咁同埋咧，佢係著手呢個禮年有關嘅慶節同埋聖人紀念。咁提出咧，基督徒嘅生活係應該以禮儀虔敬為核心，咁同埋咧禮儀嘅合一性係同羅馬教會合一聯繫，而唔係劃一。咁亦都提倡呢個額我略重唱啦。咁咧喺呢位院長咧所提出嘅咧係一個復古嘅思想嚟嘅，即係話翻去古代，我哋睇翻初我哋嘅禮儀係點樣樣嘅咧。咁而跟住嗰位咧就係二十世紀咯，踏入去二十世紀啦，就係比約十世教宗啦。咁佢咧有好多文件寫出嚟嘅，你見到，譬如論音樂手語啦，勤領聖體法令啦，佢鼓勵咧當時咧係每日領聖體，同中世紀嘅時候好唔同啊！中世紀咧，因為咧對於自己嗰個罪惡感好重咧，係唔會領，係唔敢領聖體嘅其實。咁但係咧，而家咧二十世紀呢位教宗係提出每日咧去領聖體，咁咧同埋咧喺領聖體個初領聖體嘅年紀咧係降低，去到七歲都有喎。佢自己亦都送個聖體俾一個四歲嘅小朋友。咁而另外啦，佢咧就改革咗日課啦，同埋重定呢個禮儀年。呢一啲我哋頭先講嗰啲音樂啊、領聖體啊、初領聖體啊、聖詠啊、日課依啲咧，全部咧都會喺我哋往後咧，陣間臨尾講呢個禮儀憲章裏邊咧，都有單元係提及依幾方面。好，咁跟住咧去到另外一位本督會嘅神父啦，波道恩神父，佢係比利時人嚟嘅。咁佢咧曾經被教宗梁十三咧指派為工人指導司铎。好啦，咁咧佢咧又提出咗乜嘢啊？禮儀必須要深入民間，同埋咧要將禮儀大眾化咯。咁同頭先個宮廷化咧就係好唔同啊嚇。咁同埋咧佢有一個日子咧好重要嘅，就喺1909年啦。咁呢個日子係咩咧？就喺比利時嘅馬林呢個地方咧，就舉行咗呢個全國嘅會議，咁提倡呢個咧教會禮儀生活嘅革新。提出啲乜嘢啊？首先第一，用本地語嚟撒經書喎。咁第二咧就係依一個重念夜禱作為信友嘅晚課啦。咁仍然都係提倡額我略重唱啦。咁同埋咧積極咧鼓勵教友咧係積極參與彌撒、參與聖事。咁咧
啊，佢其中咧有一個出版都好重要噶，就係呢個禮儀同埋堂區問題嘅期刊啊。因為咧，即係話咧，佢開始係有意識咧提，即係覺得對牧民咧係好有洞見嘅。如果唔係咧，佢就唔會有呢個期刊出嚟。咁而頭先嗰個院長咧就提倡復古啦，咁而依家呢一位神父咧就提倡呢個牧民性嘅，即係強調呢個牧民性。好，跟住呢一位咧又係本篤會嘅喎，賈西爾會士，咁佢 Otto Cassell 啊，Otto Cassell 好出名噶，咁咧佢係德國人，咁咧佢又好唔同喎，佢唔係復古，亦都唔係咧呢個牧民上啊，佢係提出咧研究呢一個神學同埋探討依一樣禮儀依一樣嘢，佢探討下禮儀嘅本質係啲乜嘢嘢啦，咁同埋我哋喺禮儀之中點樣同主相遇啦，咁亦都係有個禮儀年啦，制定呢個禮儀年，將基督嘅奧蹟每一年咧都同世人展示出嚟。咁禮儀年咧呢個課題我哋遲啲都會講噶嚇。咁亦鼓勵咧參加基督奧秘方式嘅時辰祈禱啦。咁同埋咧以牧靈為主，都係著重語言啊。咁可以見得咧，即係之前我哋頭先講嗰個語言咧，對於牧民嗰個障礙咧，其實好大啊！即係拉丁嗰度。咁所以依一批禮儀運動嘅核心人物啦，重要嘅人物咧，都係咧反省到依個語言嘅問題。好，咁跟住咧就1945年咯喎。係啦，跟住要講嗰位係教宗比約十二世，但係咧喺佢出佢做嘅嘢之前咧，就有一件事發生咧，就係1945年嚇，中座聖經學院咧就係出版到呢一個聖詠集嘅新拉丁譯本，即係話其實都某程度係聖經運動啊嘅一個進展嘅一個成果嚟噶。咁隨住呢一本新嘅拉丁譯本嘅聖詠集咧，就某程度咧幫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咧，就佢一路構想緊嘅禮儀改革咧個時機咧，到而家開始成熟啦。啊，呢一本書就係你揾到嘅新譯本嘅拉丁聖詠集。咁咧，依位教宗咧好重要嘅，佢喺1947年咧，佢咧就頒布咗呢個天人中保嘅通譽，係全面提及咧禮儀革新嘅。咁佢有幾樣方面咧，我哋可以注意到啦。首先咧就係咧，佢批准咧喺法國同埋德國咧用本地語咧就舉行呢個聖禮，除咗彌撒，即係嗰陣時仲未去到彌撒嗰方面，但係其他嘅聖禮咧都批准呢兩個國家咧係用翻自己本地語啦。咁同埋喺1951年咧，佢咧恢復翻復活嘅守夜禮啦。1955年咧就有聖周嘅新禮規，同埋咧1955年咧就有個聖樂嘅通譽。你可以看到咧，打從我介紹的第一位咧開始咧，都對聖樂咧好著重啊。咁我哋亦都會提到聖樂依一樣嘢嘅，遲啲嚇。咁可以見得咧，即係依位教宗咧，對於依個禮儀運動之前頭先介紹嗰啲神父啊咁樣樣咧，佢哋提倡嘅嘢咧，都係好支持依一個改革噶。好啦，咁樣點解比約十二會提出咁多禮儀嘅改變咧？咁其實咧，佢做咗一件事嘅，就喺1948年啊，5月28號咧，佢咧為佢自己咧揾咗一個委員會，成立咗一個叫做禮儀革新委員會。咁就最初係7個人，後屘加到13個人嚇。咁就係以向教宗個人提供禮儀更新上方面的意見嚇，咁樣咧，你值得留意呢一啲人物咧，特別是嗰位第二個名啦，同埋最尾個名啦，嗰位秘書咧，呢啲一直至到咧去到梵爾都發生影響。1948年，教宗比約十二咧所做嘅嘢咧，已經咧係差唔多係鋪排緊呢一個禮儀更新嘅工作。嚇，1948年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仲打緊嘅。45年係稱為中國打緊，喺中國好啦啊啱跟住我想講兩件事嘅啫。喺禮儀運動嘅階段咧，喺1948年1月24號咧，喺羅馬有一本期刊叫做
係啊，呢、這個仲有今日仲賣，仲有粒就出版。邊個想睇嘅？可以到堅島十六號十樓。揾林日華，而家林日華就熟曬啲書啦。咁呢一個雜誌嘅編輯部咧，哦好犀利㗎！佢竟然咧就發咗問卷俾全球，當時全球咧近100位禮儀學者咧就訪問啦，調查一下佢哋對彌撒、日課即係時辰祈禱、日曆、聖人錄同埋其他嘅禮書，如果要需要一啲改革，問佢哋嘅意見。啊，訪問100個人。100位學者嚇，咁樣另外咧就喺1956年有一個地方咧叫做聖方濟亞斯時嘅家鄉亞西西，喺嗰度咧係開咗一個國際會議，牧民禮儀嘅國際會議嚇。咁你今日揾到呢張相，當時嘅亞西西 Congress 嘅情況嚇。咁佢哋咧傾咩咧？傾下禮儀可唔可以用本地語咧？傾下日課可唔可以改革咧？咁樣咧，例如咧，有一個人叫翁文咧，係佢就問咧呢個教會嘅禮儀歷史咧，可唔可以咧更有點樣達到呢個牧民嘅福度？咁呢個 Bia 咧，佢就話咧，天主聖言喺禮儀入邊嘅牧民價值可以點樣考慮？咁樣咧就其實佢哋當時提出嘅原則咧，一直去到禮儀憲章咧會見翻曬嘅。咁樣咧，你亦都唔好以為呢一個會議咧係只係一班學者自己匿埋講啊。佢嘅閉幕演辭咧係教宗比約十二世講嘅。閉幕嘅時候咧，教宗話禮儀運動咧真係天主上至喺當下而家聖神喺教會入邊嘅行動同埋標記。好，咁樣咧呢度就講下啦。1959年。5月17日咧，教宗若望23就已經宣布佢會召開大公會議噶啦，咁同埋開始籌備。咁喺1960年嘅6月6日咧，教宗若望23咧就為大公會議咧，如果預備有一個禮儀革新草案咧，佢而家就委任咗嗰個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嘅主席同埋秘書，咁啊已經開始咗工作。咁跟住咧，其實呢一個籌委會咧，仲開咗好多小組啊嘛，組別係啦。咁發覺有咩咧？有呢一個禮儀嘅奧秘同教會生活嘅關係，有一個小組叫做彌撒，有關於呢一個 concelebration 啊，即係個共祭嚇、入課、聖事同埋聖儀，仲有咧就係、是、改革呢一個日曆。用拉丁文嚇禮儀嘅培育，教友點樣喺禮儀之中參與，同埋一個語文上高嘅適應人嘅需要，點樣可以簡化祭儀、聖樂同埋聖藝等等，所以咧已經係涉及禮儀嘅各個範疇咧，都已經有組別去討論。好啦，好啦。咁咧，我哋又進入一個新嘅環節啦，因為我哋而家係講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啊。咁咧，一個會議咧係最近我哋嘅一個會議，亦都係我哋天主教第21次嘅大公會議嚟噶。第一次咧喺325年舉行啊，咁距離而家咧都好多個世紀啊，有幾多啊？17個世紀咁耐。咁而日期咧就係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23世揭幕。咁我哋而家開始。用歌唱，齐唱到。
慈祥爱心真挚，盼愿耶稣基督送爱民，欢迎直到救星天国，我们众圣歌唱，众赞声声满赞颂，音中永富足，人人记于尽数。圣神，我们齐来颂赞天主圣心，超全心敬颂。我们众圣歌唱，颂赞圣心永赞颂，音颂永富足，人人敬于尽心，高歌共鸣表。天主圣圣的子圣神，我们齐来颂赞天主圣心，尽全心敬颂。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好，咁咧头先讲啦，1962年開始，1965年咧12月8日咧就閉幕，即係3年嘅時間。咁咧就分開4個會期，其實實際開會咧就開咗281日嘅啫。咁啊分4個時期。咁然之後最重要嘅係乜嘢啊？喺呢個會議雖然係咁短啊，但係頒布咗16份文獻，其中有4個憲章、9個法令同埋3個宣言。有冇边个知道边4个宪章啊？礼仪宪章，仲有咧？教会宪章。教会宪章，仲有咧？教会在现代世界目的宪章，仲有咧？第四个喺边噶？上主的话。咁有4个大嘅宪章。咁好啦，咁出席呢、這、一個梵二會議咧嘅天主教教長咧，高達2540咁多位嘅。咁仲有其中4位咧，都係我哋後來嘅教宗。咁咧第一位保禄6世，咁佢喺1970年嚟過香港嘅。第二位若望保禄1世，不過可惜佢嘅任期只係得33日啫，就過身啦。第三位若望保禄2世。同埋本篤16世，好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呢個會議教長選出啦。係啦，頭先記唔記得有個籌備嘅禮儀草案嗰個委員會咧？咁而家開大公會議啦嘛，咁樣咧嗱，10月11日召開，喺10月20日，即係九日之後咧，大公會議嘅教長嗰2540啦。就選舉咧，選出一個委員會嚟到為禮儀憲章嘅草案作最後定稿，即係開嘅時候差唔多已經有一份咧，經過曬討論過，即係嗰啲專家討論過曬嘅一份草案咧，係交俾呢一個禮儀憲章草案嘅委員會咧，去差唔多做最後嘅定稿嘅功夫啊！好啦。中間的過程我哋今日唔講噶啦，咁已經好快講禮儀憲章，講個好戲劇性嘅，有機會先。攞本書嚟，係帶咗嚟嘅。嚇！哎呀，拉丁一定要用拉丁，一定要用拉丁，同埋冇會偷偷地出，係唔准教友領聖體聖血，神父有嘅，用本地話念入課，仲有唔准共濟。Thank you.
呢本書。有呢個死咗個係啊，好有趣啊！峰回路轉啊，即係呢本書咧係由1948年嗰個委員會嘅秘書嚇，佢將1948年開始嘅過程咧，直至到佢寫到1975年嘅，就係、包括凡爾禮儀憲章通過之後咧，仲有一個委員會係實施落實呢個禮儀憲章呢個委員會啊。咁呢個秘書咧，佢咧就後嚟係喺聖禮部禮儀聖事部。工作直至到佢咧被調去做伊朗嘅特使，教宗嘅外交官啦，咁先至即係嚟。咁佢咧就寫咗呢個禮儀革新嘅整個過程嚇。咁我哋好多資料喺佢嗰度嚟嘅。好啦，禮儀憲章。好啦，咁禮儀憲章咧係呢個凡爾大公會議咧頒布嘅第一份文件。咁我哋睇下咯。第一個頭先話啦，呢個會開咗第幾個時期啊？會期係幾多啊？四個會期嚇。第一個會期咧係去到1962年12月8日嘅啫。喺嗰一日咧進行咗一個投票，見到個投票個結果嘛，2046票对20票係通過咗草案嘅序言同埋第一章。咁我哋頭先講啊，其實個草案咧1960年啊開始做，跟住而家咧都唔夠，即係年半左右嘅啫，就已經通過咗呢個序言同埋第一章。而喺第二個會期喺1963年嘅12月4日完結嘅時候咧，又再表決成份禮儀憲章嘅草案。你見到個票數係咩啊？2147对4票，極大比數通過嘅。咁然之後喺閉幕嘅時候咧，就隆重頒布呢個禮儀憲章啦。咁所以咧，如果人哋問你啊，咁呢個會第一份頒布嘅憲章係邊份啊？就係、禮儀憲章啦。係幾時頒布噶？1963年12月4日。到而家係幾多年啊？差唔多幾多年啊？60年啦。我哋喺2023年12月4日。就會係紀念，係啊，禮儀憲章60周年啊！不過咧，禮儀憲章打開嗰個序幕咧，就係影響我哋教友去喺禮儀中嘅參與。
容許我在這裡簡單過一個禮儀獻章下。剛才說在1962年的第一個會期結束12月8日的時候已經通過了禮儀獻章的序言，即是水言，即是我現在大家看到這一版，還有第一章是關於禮儀更新的總則整體的原則，然後後面呢第二章開始呢才是一些分類的。這樣呢就我們剛才唱的那首歌呢就是禮儀獻章的第七條，他要肯定呢基督是臨在在禮儀當中，四個標記，聖言的宣講，這裡讀經台，聖事的施行，在祭台上高，大家從來不懷疑的了，還有在司祭教會的公務人員身上，還有教會的祈禱，他特別說馬太福音18章20節，當你們兩個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耶穌在不在？在這裡。好，哪幾個？第一在哪裡？這裡。找個上來啊，你上來啊。當你讀經的時候，耶穌在這裡啊。耶穌親臨發言啊。親臨發言啊，所以你叫什麼啊？讀完經你說什麼啊？上主的話。耶穌在這裡。在這裡。用拉丁文。不識。Verbum Domini。唔講，唔講。好啊，第二係咩話？聖祭台啊！祭台上啊！祭台，祭台啊嘛。嗯。仲有咧？司度新手。呢個啊。司祭。未結婚啲男人啊，快啲啊！最後。如果結咗婚嘅生三個。仲有。一個做神父。好，第四個邊度？呢度。教祈禱係咪啊？教會嘅祈禱啊！喺會眾當中啊！會眾當中，所以兩三個人奉我嘅名喺度，我喺你中間，邊個講？耶穌基督。好，耶穌喺邊度？喺我哋呢度。耶穌喺度嘅舉手，喺邊度？我淨係指聖體櫃，聖體櫃一定喺祭台上。在讀經的時候，在神職人員的服務之中，最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禮儀獻章，用馬太福音寫了下去，在哪裡？我們當中。舉手。在團體當中啊。你不舉手？耶穌說在你們那裡啊。所以剛才那首歌呢是不是真的很拿得很準確了，凡爾的禮儀精神。好了，肯定基督的臨在當中呢，跟著14號慈母教會呢是切願每一個信友都能夠完整呢，或者你可以說是充分地明白了，是有意識的，就是說呢你可以用第二個語言呢是叫自覺的。又面對到生活入邊、世界入邊嘅挑戰、實惠嚇。咁呢一幾個原則咧，就禮儀獻章提出嘅，係希望教友明白咁樣參與禮儀。好啦，另外一點咧，就29號咧，佢話咧，除咗司祭嘅職務，除咗神職人員嗰個職務之外咧，平信徒咧都有好多嘢、好多職務咧參喺禮儀當中要做嘅。除咗你要好好參加彌撒之外咧。有副祭，有宣讀員，即是讀經的位置，還有一個叫做領經員，因為發覺呢要想大家明白的話呢，就可能有些時候呢需要一個教友呢在從旁呢給一些提示，
讓大家能夠跟得到，同埋能夠更明白嚇。咁呢個就今日嘅領經完啦。呢度有冇人領經啊？有啊，係嘛？所以咧係禮儀獻章話要有呢一個職務嘅嚇。咁樣咧，仲有歌詠團嘅團員啦，歌詠團團員啦嚇。係啦，佢話所有呢啲職務咧都要吸收禮儀嘅精神，同埋按禮規嘅秩序。各按其份，每人要做好自己的一份，令到個禮儀咧能夠真係幫到教友嚇。個目標係幫到教友，所以剛才講的禮儀運動咧，考慮個牧民益處咧，呢個成為咧禮儀獻章一個好重要的特點。好啦，咁誒三十五咧就要多啲教友聽多啲聖經啦。三十六應該五十四應該擺喺後邊嚇，就係話咧。教會的禮儀，羅馬教會的禮儀呢依然是以拉丁文為標準語言、官方語言。不過呢，如果本地教會認為有需要呢，是可以用本地語，即是中文，即是我們當然是講中文啦。好啦，這樣呢就跟住呢就有些本地的適應。跟住44至46那裡用綠色呢，即是提一提啦。禮儀獻章話咧，每一個教區喺主教嘅指導下咧，應該有教區禮儀委員會嚟到推行喺本教區推行禮儀嘅活動。所以我哋今日我哋係幾時成立噶？有冇興趣知啊？係1964年5月13日開第一次教區禮儀委員會會議。本來今天想講的，不過真的時間不許可，我們希望有機會。所以明年是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60年了、好了，第二章這版呢不講的了，你知道第二章講、其他的聖事，然後去到第七章有一個附錄呢是講關於大公會議講關於復活節的日期咧，我哋願意同所有的基督信徒咧劃一統一用一個日子嘅嚇。不過到今日仲傾緊。好啦，講到呢度啦，唔好意思過曬時間。嗯，聽下歌。咁我哋又再唱一次。
们呢就完结了我们报告的内容了。那我们看回个流程，那呢时间迟了一点。Billy， 麻烦你讲一讲。好，那现在应该是轮到是回应的时间。那曾兄弟、王神父、罗神父、王神父。我哋有啲年輕人咧，做一啲回應啊！大家好啦，咁啊，即係都聽完簡單少少講禮儀運動嘅演變啦，即係我都好有少少感想嘅，就好感恩啦，唔同嘅以前嘅神父啊，或者主教等等啊，佢將一個禮儀啦，啊以前係用拉丁文去參與彌撒。咁啊，演變到依家可以有本地嘅語言，令到每個人都能夠係參與其中，並唔係只係可能淨係講道嘅時候聽得明神父所講啲乜嘢。我坦白，我唔係一個語言好叻嘅人，我可能連中文都好差。咁啊，即係慶幸就係經過依一啲嘅改變，令到現在嘅我可以能夠喺參與禮儀當中，係啦，少少嘅分享可以。有冇其他兄弟或者阿 Laura、阿 Billy 可以都講少少？阿王神父啊，唔該。我諗請兄弟姊妹去分享緊要啲，因為咧你哋嘅參與，你哋即係去分享係好珍貴，所以咧就鼓勵大家你去講。我唔用咩好講啦。今日兩位姊妹講嘅時候，你哋好豐富內容，或者你哋用面，你聽完咗之後啊，你去。表達啊！你哋有啲咩反省啊？又或者你有啲咩想問啊？我諗佢哋即係想聽啲更多。好，其實我哋一直係應該仲跟住個環節咧，係有個小組討論。好，咁啊，講下個小組討論先啊。嗱，咁我哋咧而家咧就提出咗三個問題嘅。咁你哋自己每個人咧可以心目中咧揀定一條題目，諗一諗啫。你自己揀好了喎，揀好未啊？諗好了喎。咁然之後咧，你哋可以前後左右三四個人一小組討論一下。咁即係話可能你哋三四個人都可以唔同嘅題目都得嘅嚇。咁咧就可以你哋諗好咗之後咧就講一講。咁我哋時間有幾多啊 ，Billy？ 五分鐘到啦。嚇，五分鐘。五分鐘。嚇，大家傾一傾嚇。盡量唔好喐啦，前後左右咁大家傾一傾。幾條題目？或者枕隔離左右都得㗎。
差不多時間了喎，差不多時間了喎，大家差不多時間啦，大家仲有冇問題？有冇回應想講噶？但係討論嘅時間完結啦，唔好意思嚇。係。大家有冇想回應啊？如果冇咧，我哋等下阿羅神父有冇回應啊？有冇回應？有冇回應啊？其實咧，依三條題目咧，唔使今日咧即刻諗，你可以慢慢沉澱嘅，因為我哋有成年嘅課題噶嘛，係咪啊？咁淨係咧依個例如現章，仲有下一堂都會講嘅，咁所以咧，你哋可以咧翻去再諗一諗，即係一二三條題目翻去諗啦，因為你哋有嗰、那個PDF 噶啦嘛，係咪啊？有依題目喺度噶啦嘛，咁可以咧，即係翻去到同自己嘅教友啊一齊傾一傾都得嘅嚇。好啦，咁最後啦，大家有冇咩問題想問兩位神父啊？如果冇或者第一翻去睇書。回去看書，看完禮儀獻章，喂，很多嗎？那你又說要讀禮儀又不看，那你做什麼鬼啊？所以看完禮儀獻章，之前已經傳了給大家了，哥，你傳了而已，嗯，他看什麼？或者看了呢？喂，看不看啊？看的舉手，不看的舉手。仲有一本書，今日吳逸華俾咗你哋嘅，有冇？梗係冇啦，你都冇睇，係禮儀發展史，禮儀發展史。最後一句，愛多啲天主，愛多啲人，留心每個主日嘅教會嘅祈禱，記得睇導賞。你知咩叫導賞啊？日本九州啊，是天国啊 ，OK， 完了。咁啊，请阿黄神父同我哋做个总结啊，同埋到8:55，即系我哋咧安静一阵啊。我想我們要欣賞自己對學習這份渴望，如果大家不是渴望的話，我想你不會來報名，準備好心神要參加一年的課程。那究竟我這份渴望是什麼呢？我在修院讀書的時候，我記得Father Ahern楊神父，羅神父的老師，他上堂提醒我和那些兄弟，我們參與禮儀也好，或者學習的時候，學習關於禮儀也好，我們不要只是看著那些樹葉，我們要看到那個樹幹。那究竟什麼是樹葉、樹枝、樹幹呢？我想我們在這一年的學習裡面，我們繼續去反省。為我想跟大家去分享，這個都是自己提醒著自己，無論以前是一個教友好，或者現在作為一個神父都好，究竟我參與禮儀的時候，我知不知道我做了什麼？在座很多兄弟姊妹是在禮儀當中有服務，我明不明白天主召叫我參與這個服務，特別是這個服務，為何找你呢？為何不找隔離那個呢？為何不找聖堂今天沒有來到的人呢？特別找你，就是因為你在這個裡面，你在這個服務裡面，天主獨特地召叫了你，邀請你，是你才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們記住，我們不是只是做，
藉着这个服务里面，我们怎样去真是爱主爱人。这个就不是一年的功夫那么简单，是一生的功夫。弟兄姊妹，邀请你们去祈祷，真的去问一问天主，听一听天主为什么特别邀请了你，无论成为一个读经员又好，送圣体员又好，副祭好，服务员或者其他等等，一定有天主的意思在这里。我明明天主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感谢你召叫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原地，我们一起去学习，就求你降福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历程里面更好地认识你，认识你亲自建立的教会，亦都认识你给我们的召叫。主，就求你派遣圣神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勇敢地去回应你的邀请，让我带着你给你的爱情，我们同我们身边的兄弟姊妹去分享，去为你的慈爱作见证。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邀请埋罗神父去咗边？一起咧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存留在你们心中，直到永远。